王彩薇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你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？为何一看到他的眼睛就总想到你呢？你找我到底是为什么？你跟以前的确大不相同了。怎么不同？你究竟在隐瞒什么？甚至都不能告诉他，我只是寄居在别人躯壳里的小偷。说到底是你害死的他。你后悔吗？后悔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当初不来河阳，他是不是就不会死了。不想死就抱紧点。大人这是担心上官小姐的安危。阿美，怎么是她？难道是梦吗？大人，我有事想问你。何事？灯会那晚救我的是不是你啊？那你知道世上最傻的人是什么人吗？你会不会对我很失望啊？只要你还活生生的在我面前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就是许久一见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再走散了。你现在的心愿跟那会儿还一样吗？